雄鹰突击2018，雄鹰突击2018中白特种部队联合训练，今天在济南某综合训练基地开训。戳视频，开训仪式中，方特战队员武术格斗，展示攀登滑降科目，演示综合对抗射击科目，演示此次联训以提升特种部队专业技能，强化反恐战术为课题。中白双方各派出50名特战队员参训，中方队员由80集团军某特战旅抽组人员组成，白方队员由白俄罗斯特种部队相关人员组成。接下来半个月时间里，双方将围绕多维侦察、立体风控、秘密营救、重点打击等内容进行综合演练。记者曹继超、史星辰、艳阳、深度为超、孟瑶、彭亚涛。